这张方子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太后要是按这张方子服药，只怕康复无望喽。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如此说来，张院判确实有问题。这京城啊，早有谚语：翰林院的文章，太医院的药方，表面光嘛。太后娘娘千金之体，谁敢用虎狼之药啊？ 只能慢慢温补。再说了，万一有人彻查这张方子，你看，从头到脚都是好药，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啊。